来继续来看台南市政府满岛消防分队有一个消防员沈浩如，自细汉就真爱化石，伊会到各地去采集着化石等等的材料，而且利用时间来做各种的石器，阁会受邀请到学校、到博物馆来做教学。所以伊嘛甲这项的专长运用伫个消防，伊甲化石结合着防火防灾的观念，甲这防火防灾的知识，教予民众拢了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